接着介绍是我们台北保安宫的北达座立士会。北达座立士会，大家都知道我们老师保生大帝来自现在的龙安，也就是现在的厦门。排骨吗？十五公。要。
就是好像都固定会住这边。我固定啊，蛮多年都有。他自己有在赢吗？没有。嗯，对啊，自己反而没有在赢，都出别人。这边不能站人，麻烦你们要后退去。这边不能站人，我们这样有神教要出了。在跨步啊！不是啊，那边已经很挤了，家赶到哪里去了？那边都挤着了。这边是不能站人的、啊，你看这边的这跟着对齐线呐、啊，对这个齐线就是不能。欢迎给大众立誓会，谢谢你们。谢谢你们，我大家平安健康，谢谢。